你这样讲，我忽然想起两天前，我跟我老婆去吃饭，拿了一个包啊，我只是没话找话讲而已。哎呦，这个包不错，她突然倒退一步，哎，这你忘记了吗？我说忘记什么事？那个两年前那个陈医师的姐姐啊，为了谢谢我们帮她宣传诊所送的嘛，啊，那时候我就信以为真嘛。可是刚录，我忽然想起，不对呢，我忘了，我有上心头，她拿那她是红的，可是我记得那个谁谁谁的姐姐送给她的明明是黑的。他去换色，所以我现在好想回家，我要问个清楚。